我叫石岩城，至今习武已经有16年了。少林达摩剑是少林寺达摩祖师流传下来的，总共分为水阴式。第三式主要就是以把全身的力量集中于我的胯。 以及我的胸腔这个部分，而跳跃起来，以剑在头顶的方式砍下去。这撩剑式呢，它是跟劈剑式是不一样的。劈剑式是有具有攻击性，撩剑式呢，它是对于我自身来说，它是一个防守性的作用。 劈、撩、咬、脚、崩、万花为技巧才组成的，就是少林寺达摩剑。我2008年年底来到少林寺，我来到少林寺的时候，我很惧怕，我特别是见到我们师傅五方丈的时候，我小很小的时候，大老远就是看见他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掉头就跑，就是那种。刚开始接触剑的时候，觉得它的外形很帅，后来练了一段时间过后，觉得剑给自己带来了勇气，带来了自信，甚至那个时候一度很膨胀，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。 经常拿着剑四处挑战师兄弟们，直到有一次在切磋的时候，我差点把一个师兄的眼睛给戳破了。所以从那以后，就渐渐的我放弃，因为我对这个剑有畏惧的心理，因为那个东西很锋利。 后来我就找到了寺院里的老师傅，老师傅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习武中的修行。练剑，练的是心有所指，心在想什么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杂念，在你的作为当中，专注一时，一心在剑中。 成就剑。那个时候我明白，其实所有的问题不在于剑，而是在于我自己的本身，是自己的内心浮躁导致的。所以我会经常去画一些寺院里的雕塑，在绘画的同时，其实就在磨练我自己的本身，还有我的性格。 让我更加的去专注做一件事情。这么多年，师兄们也一直陪伴着我，经常会陪我去后山采药，没有因为那件事情跟我产生隔阂，让我慢慢的放下了那些顾虑。 就是说，再一次拿起那把剑的时候，就内心就很平静。坐禅呀也好，生活也好，熏香也好，上殿也好，他们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过后，少林寺已经是我的归宿了，同样也是我的家。它让我在修行的路上更加的坚定。